空中风脚确认。啊，有没有接顶点？哦，忘了，这不是十五啊，这是九八，没有顶点了。天天搞失误，搞得有点迷糊了啊。现在来看一下，哇靠，逆向下仰角追加三连击啊！好了，来看现在的结局。韩国一次来无限八级脚啊，两次八级脚确实上了凤凰脚，偏秀啊。龙哥、陈哥又被好了，那现在大门五郎，这节目效果很棒啊。大木狼面对是首发的金甲班，金甲班对着下仰角前冲，抓头 C 头一次。我们来看一下历程这边稳啊，稳住啊，头上浮，哎，这次头上浮找到了。好了，再看上对局，来个历程的大门五郎。历程的几个抬头，这里超扎被，真你妈的疼啊！这次啊，韩国意思给我们展示了最强满级捉魔的实力啊。能翻车吗？成哥能不能顶得住啊？成哥把神稳住啊，不要走。历程现在是两命了，对面也是两命。现在八神都稳，历程现在不乱凹了啊！现在手上的血量越来越少，不打麦卓，我觉得历程机会还是有的。八神现在要防守啊！虽然说现在他的八神血量少，但是只需要一个泄风啊！大哥顶住，爪结取消，葵花打乱斗。韩国意思真的是太坏了。好了，咱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。来到了历程对战韩国一次的比赛，本场比赛打到现在，历程的大门五郎，哎呦，没有悬念了，一个重攻击没了。你看，得说嘛，好吧。那现在来到了历程的大门打一次的塔库玛，板机中毛又暴击了，又要来波声套路了。起身要跳前地反，现在历程不要跳了，真的不要乱跳啊，一跳就中大招了啊。对方想要逆向中脚，哎呦我去，三战之行啊，啊这就之后叫三战之行啊，很强的近身的打击技。谁赢谁拿到赛点。
比赛打到现在，看到是来对历程的最后两命啊，来打对面的一命。八神庵啊，对战对方的麦卓，能赢吗？他这打 S 局啊。好的，压起身，所以历程的血量也很尴尬呀，属实是有点少。八神稳住啊，不要乱跳。好，却反，对了嘛，这个却反直接把血量反超，对方刚 CD 了，历程怎么办？出波，双方对波，八神 AB， 但是这是没有用的。来看一下罗伯特对战，对于，我靠。下盘清水等到了，马上确认龙卷踢了。罗伯特加上一个大门啊，接近两管血打对方一管血，应该说历程是非常稳定的，可能都不用上大门五郎了。有一种感觉，历程这把能赢啊！刚才拎进角落里压中转，连物件打空，对方又我操，对方麦子来朝他打空，被他的。被他的连五角最后的判定给他吹飞了。这波连五角打完之后，前逼带升龙，好的，稳了历程。恭喜历程啊！